较好的。对，今天是迪奥的，我们有把它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装，所以就有感觉。这样开始啦。因为以前很喜欢游泳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连身泳装那样的感觉都还好。那这次其实也没有多做其他的那个，就是重点在就是双腿上。所以有看过吗？啊，男友喜欢吗？就这样还 OK 了，我自己的。以前很多入围，他觉得 OK 吗？奶奶觉得 OK 比较重要。以前很多入围者都把你当成最大的。好，现在责任星光大道的呢？就是我们。我觉得得奖很好，那别人得奖也是该为别人高兴。入围剪辑奖、音效奖的郑志良、江一婷、梁启瑞，还有朱嘉怡。